勾勒好这个屋顶之后，现在我们要将旁边的屋顶都孤立出来，来对这块大的屋顶进行一些点的调整。首先，我将它挪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我们接着来对点进行一些调整。首先，我们可以先来调整这一边的这两个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应该是对齐于我们旁边的这个点的，这里它已经对齐了。然后我们再来将它的点这里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再来调整这两个点，这两个点应该是和这边的这根线是平行的，所以我们要将它调整上去。往上走，还在上边。然后再来调整这两个点，应该是在最上面。然后这个点在顶视图上来观察一下，它应该是和这个点是对齐的。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高度，然后再来调整这边的点。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到这个位置上，这个点也往上走，走到这里。在这里调整好了之后，这边的这个点应该是往下走一点，和这边平行的，应该是这样。这边这个点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可以直接给它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添加一个材质。然后在这里，同样的，我们要将我们的屋顶往里延伸，选到这个，选中它的边，按住 Shift， 动复制，这里同样的。选中它的边，移动复制就可以了。这样我们的屋顶就已经基本建好了。建好之后，在这里还缺失一个，在我们的一层，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二层平面打开，将我们的这个屋顶进行一个补齐。
调整点，这个点是需要被调高的。然后添加可编辑网格的命令，然后添加屋顶材质，这样我们的屋顶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屋顶完成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模型还有一些缺失和漏洞，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补齐和调整。在这里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这边进行一个封口的处理，在这里墙体还缺失一部分，但是我们要来处理。在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将这个屋檐往下降，让它斜着平行于我们这一条边，然后在这边我们还缺失一个面。在这个做好屋顶之后，我们就能逐一看到哪些地方是需要被调整的，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些模型的细化。首先我们在东立面上将这边的这一面墙体来进行一个补齐。首先我们将视图切换到我们的右视图，在这里我们来直接绘制，绘制好了之后把位置摆对好，墙体对它进行一个挤出，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可编辑网格，然后对它可以进行调点处理。还要往里走，在这里没接上。对它进行材质的更改。更改好材质之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屋檐应该是随着我们刚刚补好的这面墙体斜着往下的，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定调整。在这里我们先将这块屋顶和这个刚刚补好的墙面孤立出来，然后对它进行点的调整。切换到侧立面，同样的，在这边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复制，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部分缺口，
现在我们要对屋顶进行一个处理。首先，我们用材质选择将所有的屋顶选中。Word 加 Q 孤立出来，然后我们将它们全部附加到一起，在 Mesh 里面附加。将它们全部附加到了一起之后，我们要对它们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在这里点到直到出现这个没有点可以焊接的对话命令的时候，就可以点确认了。这样所有的点在交接的地方就成为了一个点。然后我们将所有的光滑组进行一次删除。点焊接好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模型出现了一些比较光滑的面。在这里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可编辑网格的面的选择命令，选择所有的面。在它下面有一个光滑组，在这里我们清除所有光滑组，清除好之后我们的模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添加壳的处理，让它有一定的厚度。在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壳，添加完壳之后，在这里我们发现刚开始重面的地方，我们将壳进行删除。重面的地方现在因为有了厚度之后就不会再重面了。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对它的点进行一些调整。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次物体的命令，将没有焊接到一起的点让它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三维捕捉调整一下。让模型尽量不要出现有漏洞。在这里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厚度，加到10，添加一下让它有一个厚度。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将点进行一次处理，因为在做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点没有焊接到一起。还有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位置和这个墙的地方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来调整一下。这一步就是我们在做的细化模型。
这边同样的，我们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屋顶处理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只需要将我们的有一些缺口的墙体进行补齐，这个模型就基本处理好了，然后把楼板添加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细化一下模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墙体和我们的屋顶之间出现了漏缝，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下调整。我们可以先将组进行打开。选中我们要的墙面和我们的屋顶，还有我们的这个走的装饰线条。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屋顶下面的墙体进行一下调整。墙体调整好了之后，同样的，我们将我们的装饰线条也进行一下长度的调整。在调整模型的时候，因为线和物体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用孤立的方式将我们需要的东西进行孤立出来，之后再来进行调整，这样这个位置就已经调整好了。然后我们再来调整这边的这一面，我们可以选择它和它，Alt 加 Q 孤立出来，这样视图切换一下，看一下我们的位置。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漏缝，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下补齐。将这个移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在这个地方。然后对它进行一个 mesh 的命令，在这里我们可以为它添加我们的装饰线条的颜色，也可以。这样我们将这个面也补好了，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往里再调整一下。同样的，我们选择这个物体，选择它的边。对它进行复制，这样这个面就调好了。